早上好，我是徐爸。早上好，我是徐娜。今天是我参加大声朗读的第283天。今天是我参加大声朗读的第283天。我们今天有一些复习哈，我们复习一下几首非常经典的，之前去年读过很多遍的《小花鼓》。小花鼓。一面小花鼓。一面小花鼓，鼓上画老虎，鼓上画老虎，小锤敲破鼓，小锤敲破鼓，妈妈用布补，妈妈用布补，不知是不补鼓，不知是不补鼓，还是不补虎，还是不补虎，对，就是有点像绕口令，不补鼓和不补虎。咕咕，很像的声音。来，再来一首童谣。摇摇摇，摇摇摇，摇摇摇，摇到外婆桥。摇摇摇，摇到外婆桥。外婆买条鱼烧烧。外婆买条鱼烧烧。头不熟，尾巴焦。头不熟，尾巴焦。盛到碗里，噼啪跳。盛到碗里，噼啪跳。白米饭，鱼汤是鱼汤浇。白米饭，鱼汤浇。宝宝吃了又来摇。宝宝吃了又来摇。摇摇摇，摇到外婆桥。摇摇摇，摇到外婆桥。外婆叫我好宝宝。外婆叫我好宝宝。糖一包，果一包。糖一包，果一包。还有团子，还有糕，还有团子，还有糕。你们那边的是什么？苹果和香蕉。哦，再来一首童谣，燕子的话。燕子的话。叽叽叽。叽叽叽。不吃你的饭。不吃你的饭。不吃你的米，不吃你的米。借你的屋檐躲躲雨，借你的屋檐躲躲雨。嘿，再来一遍哈。叽叽叽，叽叽叽。不吃你的饭，不吃你的饭。不吃你的米，不吃你的米。借你的屋檐躲躲雨，借你的屋檐躲躲雨。哎呀。但我们的屋檐好小的。可以呀，我们这儿没有燕子，对不对？燕子好像在比较湿的地方。来下一首，从前有座山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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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山里有个庙。山里有个庙。庙里有个锅。庙里有个锅。锅里有个盆儿，锅里有个盆，盆里有个碗，盆里有个碗，碗里有个碟儿，碗里有个碟，碟里有个勺，碟里有个勺，勺里有个豆，勺里有个豆，我吃了，你馋了。我吃了，你馋了。这个故事讲完了。这个故事讲完了。对。还有一个从前有座山。是的。跟这个有点不一样。有点不一样，对。但都是一层一层的。小朋友们好像都很喜欢这种一层一层的。来，笠翁对韵。笠翁对韵。一冬。一冬。天对地。雨对风，天对地，雨对风，大陆对长空，大陆对长空，山花对海树，山花对海树，赤日对苍穹，赤日对苍穹，雷隐隐，雾蒙蒙，雷隐隐，雾蒙蒙。日下对天中，日下对天中，风高秋月白，风高秋月白，雨霁晚霞红，
雨季晚霞红。看下一段哈，接着读。牛女二星何左右？牛女二星何左右？深山两曜斗西东。深山两曜斗西东。十月塞边。十月塞边。飒飒寒霜金树缕。飒飒寒霜金树缕。三冬江上。三冬江上。漫漫朔雪冷渔翁。漫漫朔雪冷渔翁。把这个这一段再读一遍。十月塞边。十月塞边。飒飒寒霜金树缕。飒飒寒霜金树缕。三冬江上。三冬江上。漫漫朔雪冷渔翁。漫漫朔雪冷渔翁。好的。怎么你就走了？对，我来读一首江二曼的《头发》。头发。对，江二曼12岁的时候写的。天花板里的小人。天花板里的小人。把自己最重要的王冠。把自己最重要的王冠。不小心掉了下来。不小心掉了下来。掉到我头发里。掉到我头发里。趁我睡觉。趁我睡觉。他们下来乱翻一气。他们下来乱翻一气。把我头发翻得乱糟糟的。把我头发翻得乱糟糟的。对。难怪我今天的头发又变了。都是晚上被翻过，对不对？乱翻一气。是乱翻一通的意思。来读一首，我倒是觉得是我自己在翻。很有名的诗人写的，《南城》。南城有上下两段。这个诗人的名字叫博尔赫斯。博尔赫斯，他来自阿根廷。阿根廷。阿根廷在南美洲，我们现在住在北美洲，对不对？从你的一座庭院。从你的一座庭院。观赏亘古已有的繁星。观赏亘古已有的繁星。坐在夜幕下的长凳上。坐在夜幕下的长凳上。凝望。凝望。因为无知。因为无知。而不知其名。而不知其名。也弄不清。也弄不清。属于哪些星座的。属于哪些星座的。天体的寒光盈盈。天体的寒光盈盈。来读下一段。对不起。聆听。聆听。从看不见的池塘，从看不见的池塘，传来的溪流淙淙，传来的溪流淙淙，姑息素心与忍冬的芳菲。对不起啊，我想读这样读的有点不好。呼吸素心，呼吸素心，与忍冬的芳菲。与忍冬的芳菲。感受睡鸟的沉寂，感受睡鸟的沉寂，门廊的肃穆，门廊的肃穆，湿气的蒸腾，湿气的蒸腾，这一切，这一切，也许就是诗情，也许就是诗情。对，我电脑掉了，他想把流量扔回去。对，那里面有一些词很难的，肃心和忍冬。应该是有花或者植物的名字吧？对，好，下一首，下一首两首古诗也非常的有名，这首叫《饮湖上
饮湖上。初晴后雨。初晴后雨。对，苏轼。苏轼。水光潋滟。水光潋滟。晴方好。晴方好。山色空蒙。山色空蒙。雨亦奇。雨亦奇。欲把西湖。欲把西湖。比西子。比西子。淡妆浓抹。淡妆浓抹。总相宜。总相宜。好，再来一遍，连起来。水光潋滟晴方好。水光潋滟晴方好。山色空蒙雨亦奇。山色空蒙雨亦奇。欲把西湖比西子。欲把西湖比西子。淡妆浓抹总相宜。淡妆浓抹总相宜。对，下次可以去西湖玩啊！我想去西湖玩。可以啊。哎，不，怎么搞出一个 chat 来？怎么回事？哎，我的那个怎么找不到了？你的什么怎么找不到？我的笔。好，这首叫《宿新市徐公店》。宿新市徐公店。对，杨万里。杨万里，一起来读一下。篱落疏疏，篱落疏疏，一径深，一径深，树头新绿，树头新绿，未成阴，未成阴，儿童急走，儿童急走，追黄蝶，追黄蝶，飞入菜花，飞入菜花，无处寻，无处寻。等等，我有一个纸杯。因为菜花是黄色的，所以那个黄蝶飞进去的时候，对对对，它是一个黄色的，对，跟它们很像的。来，我们再来一遍哈。篱落疏疏，一径深。篱落疏疏，一径深。树头新绿未成阴。树头新绿未成阴，儿童急走追黄蝶，儿童急走追黄蝶，飞入菜花无处寻，飞入菜花无处寻。对啊，菜花里就什么都找不到了。油菜花是金黄的，好吃吗？嗯，可以榨油吧。来，这首叫如果记住就是忘却。如果记住就是忘却。狄金森。狄金森。如果记住就是忘却。如果记住就是忘却。我将不再回忆。我将不再回忆。如果忘却就是记住。如果忘却就是记住。我多么接近于忘却。多么接近于忘却。如果相思是娱乐，如果相思是娱乐，而哀悼是喜悦，而哀悼是喜悦，那些手指何等欢快，那些手指何等欢快，很快。今天采撷到了这些，今天采撷到了这些。对。如果 Luna 就是 Luca， 我将不再跟 Luca 玩。好，我们今天时间到了，今天十五分钟了。今天我刚才看到21个人，21人一起大声朗读，我觉得我很欣慰，因为你们的感冒好了，虽然嗓子还有点哑。这是什么东西？欣慰的欣。好吧，那我们好啦 ，stop。